鞭炮声响个不停，大马路边怎么会有人骑马娶新娘？拉近一看，原来上头坐的是帅气的欧弟朱新郎，后头花轿装的是披白纱的粉红朱新娘。是别人，是民进党两位发言人庄瑞雄和康玉成陪朱夫妻走红地毯，还煞有其事。咱台北市的乡亲是大，爱替我甲阮粉红主顾好哈，伊若欺负阮的时阵，替我甲闪一下。哎，高雄啊，百万大军呢，阮台北我哪敢甲恁欺负？大阵仗请来棕色骏马，还有大红花轿，两只小猪联姻媲美真人版。一点也不马虎。再过两天，12月10号，民进党要千万小猪回娘家，走上凯道，集气挺小英。杜新郎啊，杜新娘两个当结合，我相信会使讲是真美满、真圆满。啊，希望讲因明年1月14日，两个再当进洞房。啊，所以你家洞房设在总统府。啊，所以希望讲大家甲斗相共。中西合璧的世纪婚礼，遵循古礼，该有的领带、西装，该有的聘金、六礼，一样也没少。小祝婚礼赶在回娘家前先暖暖场。三立新闻李正道、陈贝婷台北采访报道。